你好。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工作或娱乐，我们都离不开互联网。然而，网络世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陷阱。今天部长的任务是回答现场嘉宾有关网络安全和网络霸凌的问题。你是数码原住民，算个 Gen Z。我自己有一个经历，有一天我在使用这个我的 Facebook page 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底下有一个信息，我们是来自 Facebook 总部，请你认证一下你的身份，要不然你的这个页面会被关闭。我想说，哇， OK 啦。你急了。对，我说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关闭我的 Facebook 的页面呢？上面还用的是 Facebook 的头像，我想说不可能是假的，我就点进去了。我还填了他的表格，然后点提交之后呢，我才发现这个网址有点不对哦。不错，你还很警觉。不幸中的大幸就是我密码输错了。诈骗受害者当中其实是年轻人占多数。是吗？我真的以为会是爸爸妈妈那一代。可能人生经验也比较丰富，所以他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网上的内容，他们保持一种比较怀疑的这种心态。比如说食物，最近有看到像是北京烤鸭，对，看到榴莲啊，一些冷冻海鲜的这种，然后结果呢，就有一些网民点进去下载了第三方的软件，结果被骗。这个防范呢，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药物，那么恶意软件它可能是一种毒素，你不希望受到这个毒素的伤害，那就等于。好像我们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进行思考，先问看是谁要你下载这个软件，就等于说我要吃这个药的话，是谁让我去吃这个药。第二件事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马上有人劝我们吃这个我们就吃，我们会去问一问他吃了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三个，如果呢认证了这个说这句话的人是可信的，要去下载，要在什么地方下载，就好像我们买药这样子，会有去指定的药店，街边的不可以买辣。所以我们要下载任何的这个软件还有应用程序，要看我们用哪一个手机，如果用的是苹果手机，苹果它有指定的 App Store， 是你可以从那里下载。那你如果是用安卓的手机呢，它也有一个指定的应用商店。我们进入了这个网络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当一个广播员，他没有过滤的，他也没有经过筛选，就内容创作者。现在大家谁都是可以当自己的一个博主播客，对，跟人家分享你的看法，可是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准确的。有听说过 POF 妈吗？ POF 妈是什么呢？防止网络假信息还有网络操纵的这个法令。是，就是说这个内容你如果继续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继续传播，你必须要负责任，你必须要放一则通知，让别人看到这则信息的时候，这个内容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内容有问题，他必须自行判断，是要考虑一下他说的这个东西我相不相信。这个西组织呢就成立了一个网络受害者资源中心，那我们为受害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包括辅导服务啊，短信热线啊，还有就是免费的法律咨询。我们的受访者超过80%认为他们最想看到的就是快速的永久性的把有害内容给对删除掉。您觉得我们的社交媒体业者可以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社交媒体它就好像是一个药店嘛，它卖的东西它必须负一定的责任，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呢，要通过用户自己来举报，看到这些有危害性的内容，让社交媒体平台来去做一些工作，把他们删除掉。我们线下经常说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对。那么呢，在线上我们也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便说则无意，有时候听则有心嘛。你应该有听说过良言一句三冬暖。对。
恶语伤人六月寒，这个网络的危害，网络上有时候所发出的一些讯息哈，其实除了对个人的伤害，它可能对社会也有一些不良的影响。我们在线下或者是在线上都必须有一些行为准则，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帮助，营造一个更良好的网上环境。现在我们进入五宫格的问答时间，空中访民情，每个字背后各有一个问题，我们看看部长怎么选怎么答。那我们就先选空。 Excuse me， 我想问一下部长，要如何认证这些假新闻呢？还有如何避免更多的虚假信息的传播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先摸清楚的是，转发这个信息的人他到底是谁，他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目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可以先问问周边的朋友或者是问家人，你有没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我们的主流媒体可以说得上是信得过媒体，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一下。防，虽然有课程教导网络安全，但是年纪较大的乐龄人士还是一知半解，不谨慎的时候还是会上当。两天前有位朋友上网购物后，银行就少了9000块。我想请问有关当局是否能有某种方式可以先筛选要在网上刊登的产品广告。我们在这方面呢比较加速，在7月份的时候颁出了新的法令，这个法令呢让警方有权利在察觉到任何网上的内容是很可疑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把这个内容删除掉。诈骗罪犯他们最常用的一个伎俩，也就是催你，他让你心急，告诉你有好的楼帮，或者是有坏的事情要发生了，你快点要去行动。其实呢，在网上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最好是放慢脚步，先思考再行动。现在选第三个是情。许多青少年因为害怕受到网络欺凌而选择保持沉默，也不采取任何行动，那我们是应该怎么鼓励他们寻求帮助？学校有一些辅导员，他们能够帮助这些青少年解忧，我觉得家长也能够帮得上忙。稍后部长会和主持人白薇秀到外头访民情。部长，我最近一直收到一些不明的电话，我身边的朋友也说他们经常收到，很烦，怎么办？我正好要出席一个网络安全的活动，要不要跟我一起来，让我介绍一些有用的贴士给你？好啊， Let's go。 薇秀，你本身需要用到一些密码吗？哎呀，肯定有一些密码它是强的，有一些密码它不够力，所以不够力的密码很容易把这道门打开。这个太简单了，肯定开得了，我觉得。哎，你看，是一般上这种密码犯罪者他也很容易把它打破，那我们就其实没有起到这个密码的作用。我们现在先突破这道门，我们可以进去了。这个是可以测试你的密码够不够强，是不是？你看，哎呦，这个它需要3个月才能够打破你这个密码。我告诉你，你在后面再加一个符号，你看，你加了2个数字，它原来3个月可以打破的密码，突然间变成33年。我就偷偷写下来，放在。哎，不可以写下来。可以写下来吗？你写下来的话，万一被人发现了，
那你不是前功尽弃吗？好。Zone 2。哎，这个趋势，网络钓鱼啊。对。网络上有太多假信息了，是。还有假网站。对，所以我们现在辨别的这个功能还不够强，要不要尝试一下？考我是不是？对，你看一下。这个说是 LTA 发来的，你认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有问题。对，这个有问题。它的那个网址，看一下，确认是。啊，不错，耶，40分。其实我有收过类似的，你知道吗？我也有收过啊。反正我忙，我就点进去。忙的时候很容易就掉入陷阱。嗯。所以不要急，不要慌。维修，你有没有接过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肯定有。听起来这个人怪怪的，你听听看。你好，我是新加坡警察部门，我们截获了一个寄给你的包裹。诈骗罪犯他可以通过模仿任何的人，尤其是官方，来进行他的这个诈骗的活动。收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他不是你认识的人，你就没有必要跟他继续的沟通。嗯，就那挂电。Zone 3。威秀，你的手机还有电脑里面的那个软件有没有不时的去更新？如果他有提醒我要更新的话，我就有。对，如果没更新的话，你知道问题会是什么吗？会是什么？就好像你的那个防盗的那座墙啊，它已经削弱了，那当然强盗就能够很更容易的进来了。是，它其实不只是有新的功能，是，它也是有加强那些防御措施。当你收到通知要更新软件的时候，当然是马上更新。对，不要等。Zone 4。网络罪犯他就像一个隐形的敌人，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防毒软件。对，要下载。那装了这个防毒软件呢，你看这个隐形的敌人他在尝试偷你的东西。哈哈，我抓到你了，因为我有防毒软件。对，我们在面对隐形的这个敌人的时候需要有秘密武器，防毒软件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嗯，哇，这个是什么？因为你成绩很优秀，漂亮的成绩单，有奖品 ，maybe。哦，这个是。哦，威秀，你今天参观了这个展示，有什么收获？我学到了一些贴士。嗯，我现在很好奇，就是来这里参观的一些民众，他们对这个网络安全知道多少？哎，我们就来去访问一下，了解一下。你本身有受过影响吗？对，其实我最近公司的电脑上面我收到一份邮件，那个是我的公司的 vendor， 所以我就没有去怀疑什么，所以我就按了那个链接，危险呢，他就 download 一个 file 在我的电脑里面。后来是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了以后，我才发现这个是一个可疑的邮件。那你的同事他是怎么知道？他就看到了那个 email address 上面多了一个 s 这样子。我们公司因为他已经有一个防毒软件，所以他没有就是造成什么样的就是伤害。可见这个防毒软件起到它的作用了。其实经常会收到一些就是看起来疑似诈骗信息的这种电子邮件，或者是 WhatsApp 的信息，如果是加65打头的，就很有可能是这个诈骗电话。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基本上就不会去接这个电话。如果电子邮件，我看它的这个电子邮件的后缀不是一个机构的这个后缀，这种我觉得就不太可信。哇，它的这个辨识能力是比较强的。哇，部长，诈骗手段也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对，政府在这方面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发展了自己的一个应用程序，叫做 Scam Shield， 你有听说过吗？没有听说过。哥安迪把它称为狐狸头，比如说诈骗者他会通过电话想办法跟你联络，这个 Scam Shield 呢就会帮你挡掉它，你要去举报。也可以通过 Scam Shield 来举报。其实真的是需要每个阶层的人都要齐心协力。如果我们在每个层面呢都能加强我们的这个防范呢，整体的来说，新加坡人就没有那么容易被这些网络罪犯来欺压。
是的，我看我要拿我的手机去下载这个 Scam Shield 了。谢谢部长，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你一起走一走。我也很乐意，我们下次再约。OK， 好，走。他说澳洲的总理让我们来进行一场会议。部长都敢骗吗？对呀，部长都敢骗。哎，秋婷，部长好。你好，你好，来坐吧。谢谢。我是今年36岁，然后我有三个小孩，8岁、6岁、4岁。好棒，很勇敢。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多大了？但是我的孩子比你大好多。就我的主业是做社交媒体分享。你是网红？哎，这个不敢当。I have perfected it。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网络霸凌现象日益严重。我们来问秋婷，你曾遭受网络霸凌吗？我印象最深刻，到今天我的老公还在作弄我，就是有人叫我 Moldy Chopsticks。 哇哦，那是发，因为那时候我很瘦哦，发了霉的筷子。筷子，糟糕。网络用户你不晓得他是谁，所以他可能就因此觉得胆子比较大。你放你自己在社交媒体上，你就应该准备被霸凌。那我就想，真的是这样吗？这样我过马路，我是准备被车撞吗？其实有一个所谓的防止骚扰法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觉得自己被骚扰的程度很严重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法令要求这方面的内容被删除掉。其实呢，它是有一个特别的法庭，这个特别的法庭是专门处理类似的案件的。今年5月，通讯及新闻部在线上对2106名15岁及以上的国人进行调查，调查显示，65%的国人曾经接触网络有害内容，最常见的是网络霸凌和性骚扰。性骚扰，性骚扰就是他们会在你的那个私讯里发那些不雅照片给你。对对对 ，I didn't subscribe。他就是这样发过来，可是是因为我做这个网红社交媒体，我不能去让别人不能私讯我，因为有时候可能品牌呀、啊，还是那些followers， 他们还是要跟你交谈这些。所以在对待这种内容的时候，你有去举报过？就是只是 report 的 account， 就是那个 account 会被拉黑吧。通讯及新闻部的调查显示，国人常在网上接触到网络有害内容，但是49%的受访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通报的原因是从来没想过或对内容漠不关心。这些不良分子啊，他可能很容易的又再设置一个新的账号，又去骚扰别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还是觉得自己举报了之后，好像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这个结果。但是如果大家都采取那种，不是我的事情，让别人去处理的这种心态呢，那么这种恶意网民啊，他就更加猖獗了，就没有人去约束他，就不要小看自己一个人可以做的力量。对，你本身的孩子他们都上网吗？他们有打游戏。给他们之前我有那个约法三章。对，就是说哪三章？第一，完全不能跟陌生人聊天。然后也不可以给陌生人你的地址啊、电话、或者是电话、电邮。然后第三就是不能去霸凌别人。我会说你不可以去留言骂人这些。你很不错。其实我们和教育部还有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正在共同研发一套所谓的家长的工具，希望在这个数码时代家长在处理跟孩子的关系的时候，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的孩子在上网的时候能够懂得应用一些安全的工具，又懂得去识别这些危险的信号，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今年9月，我们在线上进行的8事件民情调查显示，1000名受访者中，64%的人曾经陷入网络骗局，当中44%的人成功识破骗局，20%的人则不幸上当受骗。我最近收到一个简讯，
他说澳洲的总理希望和我互动，要求我把我的一些账号啊之类发给他，让我们来进行一场会议。部长都敢骗吗？对呀，部长都敢骗。其他的诈骗的那个例子呢，就是他说哦，我觉得你的履历特别好，你是个有才华的人。我说哦，谢谢。然后你要不要找一份新的工作，我们介绍给你。有没有一个网站我们可以去 verify 这个资讯呢，还是这个 website 啊，是 safe 的还是不 safe 的？你有听说过狐狸头吗？没有。Scamshare 里面它也有一个机器人，它通过 WhatsApp 也能够让你呢把这个信息或者是一个让你去点击的那个网址哈，你把它传到这个 WhatsApp 的 Scamshare 的 WhatsApp bot 里面，它可以告诉你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因为以前的诈骗电话啊，它都会有什么加61啊，加什么的，对对吗？加65的也有。我们正在研发一个产品，能够让你查证这个是不是政府发来的这个电话。我们和我们的电信公司合作，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单单是那一个月就砍掉了5500万通电话。他说是在新加坡发出的电话，但是其实他是在国外发出来的电话。突然间觉得安全很多，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对对对对，诈骗罪犯他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他们很有创意，对不对？对对对，我要比他们有创意。我想呢，应该说是网络安全人人有责，发现危害立即举报。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和部长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然后也很庆幸，因为身为新加坡人，我会觉得很安全，我们在担心的东西政府都有在采取行动。今天很有收获，谢谢大家宝贵的意见，也谢谢大家给我们提出非常好的点子，让我们大家一起协力打造更安全的网络世界。